在路边的椅子旁边有看到芭乐树，没想到这么矮这么矮的芭乐树却长芭乐了。看，还有芭乐小花，还有这个已经包起来的芭乐，好厉害哦！好小的芭乐树却长了花。然后这边呢，椅子的这边呢，有木瓜树，多矮你知道吗？哇，超矮的，跟那个路边的椅子一样高。这个还没长，可是这么小，我看它就有可能会长了，好像有那个小小的已经有花苞了，果实了。那这棵也不高，你看这棵不高，已经长那个木瓜了。真的不晓得他们怎么种的，是不是用了很多的肥料还是怎么样。然后你看那个篮子里，黑色篮子里面也那个可能是芭乐，可能是木瓜，可能是木瓜树，应该是木瓜。看这样围起来很小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也有果实哎。这什么啊？这是不是也是芭乐？一直摇动我没办法开。这什么？难道也是芭乐吗？长得好密哦，也是好小一颗哦。太厉害了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